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爱情与婚姻的迷雾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来拨开爱情与婚姻的迷雾。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是爱情中的禀赋效应。禀赋效应是指当一个人一旦拥有某一物品，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没有拥有这一物品之前要高得多。这一理论是由加拿大理查德·泰勒教授在1980年提出的。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是损失厌恶理论。所谓损失厌恶，是指人们面对同样数量的收益和损失时，其损失更加令他们难以忍受。同样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是同量收益的正效用的 2.5 倍。因此，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对利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，对弊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。由于人们出于对损失的畏惧，所以人们在出卖商品时往往索要过高的价格。理查德·泰勒教授为此曾经找了一些加拿大的学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。他把学生分成两组。第一组，泰勒教授准备了几十个印有校名和校徽的马克杯。这种马克杯在学校超市的零售价是5元，在拿到教室之前，教授已经把标价签撕掉了。泰勒来到课堂上，问学生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杯子，给出了 0.5 元到 9.5 元之间的选择。第二组，泰勒教授同样的来到第二个教室，但这次他一进教室就送给每个同学一个同样的杯子。过了一会儿，教授说由于学校今天组织活动开大会，杯子不够，需收回一些。老师让大家每人都写出自己愿意以什么价格卖出这个杯子，给出了 0.5 元到 9.5 元之间的选择。实验结果显示，在第一组中，学生平均愿意用3元钱的价格去买一个带校徽的杯子。而到了第二组，当需要学生将已经拥有的杯子出售时，出价陡然增加到7元钱。这说明相对于获得，人们非常不乐意放弃已经属于他们的东西。泰勒把这种现象称为禀赋效应。同样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已经分手，却还是念念不忘。正是因为他在这其中付出了时间和精力，故而不舍得放弃。有人认为禀赋效应和我们老祖宗说的敝帚自珍是个意思。不同的是心理上的主观性，敝帚有清醒的自觉，知道这是不好的，但因为是我的，这扫帚再破，因为有了感情，所以很爱惜。而禀赋效应使得人们对已经拥有的事物会习惯性的视若无睹，只有在失去或即将失去的时候才会产生加倍的珍惜感。事实正是如此，我们平常特别嫌弃父母唠叨，很多时候还有意地回避与自己相处的机会。爱情、友情也是如此。只有在面对离别时，才会有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遗憾，会有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伤感。说到底，禀赋效应是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局限性。在爱情中，禀赋效应告诉我们，女性要学会索取，让男人舍得为你付出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依据禀赋效应原理，男性在这感情上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越多，就越不舍得放弃。在情感生活中，人们觉得拥有总比失去要好，好比我们打算去买一样心仪已久的东西，虽然这个东西并不是生活必需品，也就是说可有可无。可是当这个东西突然卖完了，没有了，我们会觉得太吃亏了，毕竟关注了很久，想念了很久。但是在恋爱关系中，女人善于加法，男人善于相减，因此在故事的结尾就变成了曾经的主动者变成了被动者，曾经的被动者变成了主动者。而感情有句话，就是谁主动谁就输了。话糙理不糙，因为主动意味着付出开始变得廉价。处于恋爱中的女性，
他们很容易陷入恋爱的无法自拔的状态，因此很难忘掉一段感情。人类世界有很多风风雨雨，从头到尾因为爱情付出真心的人很少，大多数人都处于被爱伤害的状态中。如何让男人越来越爱自己？禀赋效应提示了女性如何使自己不被伤害，那就是让对方更多的付出。不过我们在运用禀赋效应是要注意方式，不能本末倒置，过于追求对方物质方面的付出而忽视对方精神方面的付出。